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新世界，狗熊岭还是像往常一样那么安静。别跑！站住！你快给我站住！快还给我！站住！别跑！还给我！把小斧头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哼，安全到了就是俺的，不还不还就不还！哇！你跑啊！哈哈哈哈，站住！别跑！来呀来呀！不给不给！甩个屁股墩儿！哎，我的小斧头！熊二，你干啥呢？叫这么大声，你都没听见？站住！快走，熊二！别跑！这边。哦。怎么不见了？刚刚还在的呀。我的小斧头。跟着脚印就知道了。在这边。脚印怎么没了？好大一棵树啊。这是什么？蝴蝶，别跑！抓到你啦！
舒服多了。熊大，你别爬，给本王子看看。不给，不给，就不给。熊大，去给我看一下。好多小动物啊！不给，就是不给。熊大，快把小斧头给本王子。这可是俺的战利品。哼，谁都不给。本王子才不稀罕你的小斧头呢。熊大，熊大，你看，喂，那是我的小斧头，快还给我！你们快看，一只没有毛的猴子，它没有尾巴，好可怕呀！这是我的小斧头，还给我！这是你的，那你叫叫他，看他答应不？我不管，这就是我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是我的！你们不要吵了。熊大，老师说了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快把小斧头还给人家吧。就是就是，老师说过，拿东西时要经过别人同意。给我的小斧头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好疼啊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怪物，怪物。哪有什么怪物？你我没事的，小朋友别怕。小宝贝别哭泣，做个勇敢的宝宝。小宝贝别哭泣，我们都爱你。对了，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光头强。光头强，你好。同学们，快来和这位小朋友打声招呼吧。俺叫熊二，俺也要抱抱。我叫小月亮，我也要抱抱。俺叫熊大。我叫蹦蹦，蹦蹦，我是橘橘王子。我是毛毛，俺也要抱抱，老师，抱抱，光头强，和大家一起去玩吧。好漂亮的小虫啊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呀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，好漂亮，好看，好看，小虫虫，好漂亮。我这里有小汽车，你们要玩吗？小汽车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快让本王子瞧瞧。瞧瞧瞧瞧。汽车，汽车。大家快来玩滑草，滑草可好玩了。我要玩汽车，让我玩一下嘛。汽车有啥的，滑草才好玩呢。知道吗？这个小汽车跑得可快啦。真的假的？跑得比我还快吗？比你快多了，咻的一下就能跑到你想去的地方啦。哇，那小汽车可以开到月亮上吗？能吗？能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哇，熊大，汽车好棒。你们谁要玩？谁要玩？俺要玩，还有俺玩。那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光头强，那小汽车好棒啊。熊大，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呢？他们不跟俺一起玩花草。啊！你给我看看。那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小汽车呢？熊大，去试一试吧，也许你会发现小汽车也很好玩呢。轮到我了，熊大，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。熊大，快来一起玩呀！来了来了！听我说，
其实真正的汽车有这个玩具汽车100个那么大。那俺的滑草板跟你的比谁快呀？要不我们来比比谁更快吧。比就比。准备出发。走。来呀来呀，今天玩的真是太高兴了。这个树洞是我们的小秘密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那俺们来拉钩。拉钩笑笑100年不许变。光头强，你的帽子。谢谢熊二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还会再回来的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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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呀？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神奇的地方，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。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。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。乘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，等待发现。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，尽情奔放。无忧无虑，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，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人的一天，大树幼儿园上课了，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嘿，小瓢虫，让俺熊熊大侠嘿哈嘿耶来保护你们。小瓢虫，小瓢虫，你别跑啊！熊大，你慢点儿。妈妈，俺知道了。这孩子，妈妈。俺不想跟你分开，俺想你跟俺一起上幼儿园。妈妈，妈妈，跟俺一起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俺不要一个人去。熊二，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又不想去了？幼儿园里今天肯定有好多好玩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去帮妈妈找一找，回来告诉妈妈，好不好啊？熊二最棒了。就是，幼儿园里可好玩了。熊二，快走吧，俺们快要迟到了。看着点路。熊二，你快点呀！妈妈，妈妈。好好好。看，猫头鹰老师。老师早。早啊，萝卜头。让开，让开！要迟到了，要迟到了！鸡爪子，等等我！我来了。熊二，快进去吧。蹦蹦，等等啊！去吧，熊二。你看，小朋友们都进去了。不要不要，俺不去幼儿园，不去不去。妈妈，俺们回家吧，明天再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妈妈，不要不要。熊二，你不是答应妈妈要上幼儿园的吗？可是俺怕。熊二不怕，熊二最勇敢了。熊二，早上好啊，熊二。怎么哭鼻子了？老师。熊二。老师这里有好吃的，你要不要过来吃啊？好吃点。快来，跟老师去看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早点来接俺。好，听老师的话，放学了妈妈就来接你。俺知道了。来上。熊二，你终于进来了。熊大。没事的，熊二。熊二，你看。哎，好大的苹果呀！猫头鹰老师，新的文具到了，可以发给同学们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！猫头鹰老师，俺跟你一起吧。熊大，别走。熊二别怕，你可以先跟吉吉他们一起玩。去玩吧，熊二。俺一会儿就回来。熊二，咱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吧。俺不玩，俺想回家。好吧，毛毛，那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喽，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走走。太阳咋还不下山呀？妈妈。吉吉，站呢站呢，来照我呀。哎，抓不到！哎呦，鸡爪子！嘿，这里，这里！嘿，来呀，来呀，这是我，冬天本王子出来！哒哒，鸡爪子，猫猫在这里！猫猫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本王子来啦！嘿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抓错了。鸡爪子，我帮你抓萝卜头。毛毛，毛毛，你犯规了！本王子来啦！放开我！鸡爪子，我是毛毛。咦？熊二也想玩了？哦。嘿嘿。咦？哎呀，抓到你了！熊二，轮到你了，赶紧戴上吧。鸡爪子好吧，鸡爪子好吧。当然。小朋友们，到大黑熊老师这里集合了啊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。啥？大黑熊老师？他的鸭子好可怕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少了一个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他还在玩捉迷藏呢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抓到了！楞个里个楞啊，枪咚枪，楞个里个楞呀，枪咚枪。最后一个小朋友也找到了，
现在是户外活动时间，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出发吧！大黑熊老师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走了，好好玩，要注意安全。上来了，滑梯这么高，没有本王子保护你们，那怎么行啊？嗯，哎，快快快，我的妈！转快点，转快点！哎，好慢呐！我们实在是转不动了，实在是转不动了。俺力气大，让俺来转转盘。好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像力气太大了。看我的！蹦蹦好厉害呀！熊二，你早上怎么不高兴啊？因为俺想妈妈了。俺刚从姥姥家回来，俺还不习惯上幼儿园。今天是俺第一天，啊，不是第二天上幼儿园。原来你刚从姥姥家回来呀，难怪你说话的口音怪怪的。俺刚才早忘记想妈妈了。反正俺就是想妈妈。我也是，超级想妈妈。还有，还老想回家，老想哭，都是胆小鬼。本王子什么都不怕，最勇敢。吉吉骗人，吉吉刚来的时候老哭鼻子。跟个小宝宝一样，真的。哦，俺明了白，原来大家离开妈妈，离开家，都会害怕呀。不是明了白，是明白了。明了白，明白了。再见，老师，再见，熊大熊二，妈妈，妈妈，俺今天看到了好多好多虫子呢。妈妈，俺今天没有光看太阳，也没有哭鼻子，也没有老想你。熊二可真棒。俺还和好多小朋友一起玩了呢。这有什么？妈妈，俺表现得可棒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俺表现得最棒。熊大熊二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再见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刚上幼儿园，和小伙伴们是咋样相处的呢？快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再见。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。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
出发吧，让这氧气帆哦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帆哦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，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一手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去赞叹，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一手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去赞叹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淡淡发现，不愿生活在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，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，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，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，树幼儿园上课了，大黑熊老师带着小朋友们玩沙子，一二向左转，小朋友们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，大家就在沙坑周边玩耍，不要乱跑哦，知道了，好，解散，解散我要垒一个城堡给你们看，而且是最大的那种，哼，吹牛，本王子垒的肯定比你的大，绿绿绿绿，熊儿，开饭啦，啊，请坐，等俺先搭个豆子，熊儿，这是沙子汤，哇，小心烫哦，啊，哎，真好喝，啊啾，呀，喝完了，熊儿，啊，啊。对不起，哟吼，你看我画的圆多大，不对不对，我的最大，我去找熊大来帮我画一个更大的，熊大，俺在这儿，俺在这儿呢，嘿嘿，看好了，哟吼，熊大小虫虫，小虫虫，你别跑啊！好大一个洞啊！原来是萤火虫。哇！熊大，我明明看到熊大掉这儿了，怎么不见了？熊大，熊大，你在哪儿啊？熊大，熊大，你快出来呀！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，你别吓俺，快出来呀！树洞这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边，树洞这边。树洞，熊大，俺在树洞里。哎，
大家快来呀，熊大在里面呢。熊大，熊大，你们快进来，有好东西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小萤火虫没有发光。哎，你不会发光呀。小萤火虫，你不要难过，俺们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对呀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。让本王子来帮助他吧。妈妈，看我的，我有办法让小萤火虫发光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嘿嘿，麻利麻利贝贝红，哇呜哇呜的，有点白。吉吉，快住手！哎，你这样做会把他吓坏的。我以为吓唬吓唬他，他就能发光了呢。哎，让我来。哎，我觉得肯定是他的零件坏掉了。我家的手电筒也是这个毛病。你看看呀，他都被你晃晕了。花头强，你这样做太粗鲁了。是不是小萤火虫太久没洗澡了？要擦一擦才会亮。洗澡子了，洗澡子了。给你看。你们快把他弄哭了。熊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。要不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老师吧。才一会儿，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？老师，老师，萤火虫不发光，你快看看他吧！看看他吧，老师。是啊，是啊。孩子们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上课时间是不能乱跑的。老师，俺们捡到一只萤火虫，它不发光了。是萤火虫。老师，快想想办法吧。对呀，它不发光了。老师，爸爸，你快帮帮它！孩子们。你们知道萤火虫为什么能发光吗？为什么呢？萤火虫是需要吸入氧气来产生氧化反应，肚子上的气孔吸入的空气越多，发出的光就越亮。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呼吸咯。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发光的原因了。来，熊大，把它给老师，让老师来想想办法。给。这样吧，昆池园里空气湿润，是萤火虫最喜欢的地方，咱们去那里试试。好呀，去昆池园喽。小萤火虫，你终于醒了。太好了。孩子们，我们晚上加一节昆虫课，帮小萤火虫发光好不好？好，别吓到他。你们看，他动了。小萤火虫掉水里了。他在洗澡。小萤火虫，你没事吧？他飞起来了。太好了，小萤火虫他出来了。他
还早了，怎么还是不亮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呀，啊，小萤火虫，你咋了？好像还是没亮呀。小萤火虫别灰心，俺们陪着你。对对对，我们陪着你。你要先飞起来，努力的呼吸就可以发光了。俺们会为你加油的。小萤火虫，你咋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哭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了。孩子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小萤火虫是可以做到的。嗯，加油啊，萤火虫！失败了没关系。小萤火虫，别难过，俺们陪着你，俺们会给你加油打气的。俺也会陪着你的，加油，加油！飞吧，小萤火虫。小萤火虫，小萤火虫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想屁股发光，我看看，没有发光嘛，亮了，熊儿的屁股亮了，真的吗？是小萤火虫，太好了，也可以发光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了吗？快把你们的答案告诉爸爸妈妈吧！小朋友们，再见！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很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